好，我是 Emma，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爱美时尚美睫黄金女子清洁卸妆产品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您还在用传统的卸妆油卸妆吗？传统卸妆油的分子大，容易造成毛孔阻塞。卸妆油含大量的乳化剂，长期使用下来会使角质层的保水度减低，使皮肤无光泽，容易长粉刺痘痘，清洁不干净还会影响嫁接睫毛的持久度。爱美时尚美睫推出专为接睫后洗卸开发无油保养配方，蕴含黄金精粹与珍贵鲟鱼子精华，结合八生态酵母萃取与红石榴多酚，搭载高保湿玻尿酸，洗后触感不干涩，让肌肤维持一整日保湿与水嫩。清洁前，我们先使用肌肤检测仪看看肌肤的保水度，保水度为20.1%。完美清洁三步骤：第一步，卸妆清洁棉片。卸妆清洁棉片含特殊卸妆乳液成分，可清洁各类彩妆，深入毛孔，洁净脸庞，补充水分，滋润肌肤，有效改善化妆肌肤的干燥现象。QQ 棉材质不易勾睫毛，也不影响美睫效果。完美清洁第二步，深层亲肤眼唇卸妆液。兼具保养效果的深层亲肤眼唇卸妆液，有效卸除脸上油垢与彩妆，不含油脂，较不易影响美睫效果。添加酵母萃取与红石榴多酚，提升水润度，搭配天然保湿因子与零添加防腐技术，温和清洁肌肤，还原干净柔嫩的肤触。完美清洁第三步，水润保湿洁颜慕斯。水润保湿洁颜慕斯具有丰盈弹力的亲肤性绵密泡泡，能温和清洁毛孔，卸除淡妆，带走脏污，同时留住肌表水分，洗后触感不干涩，让肌肤维持保湿与水嫩。清洁后，我们再用肌肤检测仪看看肌肤的保水度，保水度为78.8%，肌肤会说话，仪器数据检测证明。黄金鱼子清洁系列，洗后明显感受肌肤保水度提升，天天保持水润肌，跟痘痘粉刺说拜拜吧。